大家好，我是王源，也是成功男人。那我觉得，因为之前我也是迪士尼的粉丝，然后也看很多的动画电影。最奇妙的一次，最难忘的肯定是这一次我们与疯狂元素城的合作。在第一次发过来 demo 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这一首歌，然后觉得很轻快，然后很活泼，而且很好的表现了电影的内容。其实能看到两幅颜色非常鲜明的有对比的一个图，一个是火，一个是水。其实这是我很喜欢的两种元素，就是人人都说水火不相容，但其实我们在疯狂元素城里面可以看到更多的可能性。而且其实如果仔细观察的话，这幅画都是红色和蓝色是贴边的。我是希望整个作品给大家展示出来是更随意，但是呢同时是传递就是水和火带来更多可能性的这样一个主题吧。而且我也想通过画画，通过艺术品的形式把它更多的可能性展示出来。